就是这样。父亲，他们的目标是千寻。父君，千寻，到玄门。元宗，这些魁首齐聚，这是万仙大陆的意思吗？哼，没错，要怪就怪你这先帝当了太久了，几万年未曾出手，看来你都忘了，何以为先帝？什么？万仙大陆？给我的千寻，怎么？这就是先帝的力量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，敢娶前少的女人，当然是活埋你呀！我错了，饶了我！晚了，下辈子记得遵守本分，别靠近不属于你的女人。哼，就这废物还想跟前少作对，快走吧。此人体内居然有我的魂力波动，恐怕是我遨游万界所遗留的魂力碎片飘落此界所化，难怪天生痴傻还与我一般模样。唉，没想到我魂游万界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千寻，却在这个万界一角被我无意遗留的魂力化身先行找到，真是命运弄人呐。千寻，我来了。小雪，那个凌云就是个傻子，你干嘛为了一个傻子执迷不悟？小雪，钱海早就钟情于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赶紧踹了那个傻子吧。我与凌云毕竟有着婚约，你们今天这样大肆宣扬，岂不是要断了他的生路？这些年人人都知道我韩家招了个废物女婿，不这么做钱家怎么会同意你嫁过去？爸，凌云他虽然痴傻，但这些年来却视我如至亲，我不能眼看着他自生自灭。爸可是为了你好，今晚你必须当着全城的面与凌云解除关系。你们不用再替那个废物着想了，他已经永远消失了。永远？哎呦，钱少怎么来了也不通知一声啊？消失？一个傻子而已，让他消失就得了，弄这么麻烦干嘛？是吧，千寻？就是一个废物罢了，还用得上让全城的人都过来？只有钱少和韩小姐的婚事才够资格让全海城来见证。既然那个废物已经消失了，小雪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？小雪呀，钱家可是海城最大的财团之一，钱少身为长子不比那个废物强多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想的？这些年来你们为了巴结钱家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将我卖给钱家，而如今你们却连傻子都不放过，我永远不会加入钱家的。哎，快看那人抬的什么东西，看样子好像是韩家的傻子赘婿。哼，那个不是棺材吗？这个傻子怎么拖着一口棺材？这黑棺是我给那个废物准备的，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是他？那个废物不是被活埋了吗？他到底是人是鬼？
凌云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！你这个废物，没死就好好的躲起来，兴许还能苟活一生，干嘛还要来送死呢？一个武者都不是的废物，居然来送死，还特地把棺材都带来了，真是周到啊！这棺材我是还给他的。大胆！就凭你个废物也敢侮辱前哨，给我去死吧！死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残影腿，酒鬼秘术之一的残影腿，怎么会被一个连武者都不是的废物用出来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这个废物怎么会残影腿？我不信。我没看错吧？那个韩家赘婿居然敢动手？传闻那个傻子赘婿是个连武者都算不上的废物，但刚才我连他出手都没看清。他真的是凌云？怎么感觉有些陌生？你居然敢还手！下一个该你了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看看你这一副生怕露怯的模样，暗中排练了很多次吧，没想到你一个傻子居然会用暗器。暗器？没想到你一个傻子能用暗器杀了我这么多手下。你这个废物能做到这份上，这辈子也足以自傲了。不过你这个暗器也就能用一次吧，接下来我就会让你知道，你会后悔没有死在城外的泥土中。不可能，他居然跟上了我的速度。你既然赶着送死，那我就让你插个盾。放开我，你敢动我，这海城谁也保不了你。反了，韩家赘婿居然敢对钱家动手，恐怕这海城以后再也没有韩家了。凌云，你敢对钱家动手，是要让韩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？你这个废物，还不快住手！钱家咱们惹不起啊！哼，聒噪！敢在钱家的地盘里撒野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！爸，你可算来了，他们韩家这是要翻天了！经脉尽断而死，好狠的手段！大哥死了，我要让那个废物血债血偿。钱家主居然来了，这韩家怕是渡不过今天这个坎儿了。韩家主，这是你的意思？钱家主，你听我解释。都怪这个废物，这下我韩家恐怕在劫难逃了。你这个废物，还不快跪下认错！你非要让我韩家死无葬身之地吗？平时混吃等死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给韩家惹出灭门之祸，还不快跪下！跪下！你们最好让他们快点跪下，或许我还会考虑要不要放他们钱家一马。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自己找死，别拉着韩家。你是说，如果我们不立刻给你下跪认错的话，你能灭了我钱家？没错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个韩家赘婿居然能说出如此狂言。嗨，傻子赘婿嘛，估计是又在说傻话了。凌云，我钱家在海域立足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挑衅钱家。钱家？你们钱家在我面前又算什么东西？好，很好，今天就是十个韩家也保不了你。你这个废物，今天要捅破天不成？钱少，我韩家今日本想将这个废物逐出家门的，这个废物今日所做之事与我韩家半分关系都没有啊。哼，谅你们韩家也不敢。来人。凌云，今日之事因我而起，与你无关，你赶紧走吧。
小雪，你疯了！这个废物今天所作所为都是自己找死，还不赶紧和他划清界限！小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犯什么傻呀？还不快乖乖过来钱少身边赔罪！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忍受重重非议侮辱，保护我。今日起，我不会再让你再受任何委屈。接下来，该我保护你了。凌云，你真的变了。好一出恩爱的戏码啊！你杀了我大哥，本少想让韩家一同陪你下葬。现在本少给你个机会当英雄，只要你自断四肢，爬到本少面前舔鞋道歉，然后献上你的宝贝老婆祈求认错，我就考虑放过韩家，如何？哼，晚了。晚了？还不晚，我可以给你考虑和自断四肢的时间。我给过你下跪道歉的机会。你还真想灭我钱家？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让你知道为何在海城没人敢惹我钱家。给我上！让你就这么死了，真是便宜你了。这就是得罪钱家的下场。消失了，不可能！我说了，钱家在我面前算什么东西？好猖狂的小子，你们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废了他！别喊了，他们听不到你的命令。发生什么了？这凌云莫不是厉鬼来索命来了？我只看到那凌云跺了一脚，这些人就死了，都死了！鬼啊，鬼啊！凌云，滚开！你不要过来！林少，不是我要杀你，都是我妈出的主意，说要给韩家一个下马威。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？林公子，少年英杰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林公子。好难缠的小子，看来你老子亲自出手了。进去吧。林公子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求能饶我们一命。还有你这个败家东西，还不赶快给林公子磕头认错。我说过晚了。不晚，刚刚好。去死吧，穿云刺！能逼老子用出穿云刺，你也算不枉此生了。等等，不可能！你轮到我了。楚少，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！下辈子记得遵守本分，别靠近我的女人。连钱家主都不是对手，这凌云莫非是传说中的龙榜强者？传说中的龙榜强者，哎，这海城恐怕要变天了。我留你一命，不是让你在这装死的。林少，有何吩咐？收尸。是。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凌云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他。凌云，你怎么变化这么大？还要多谢那个钱少，用铁锹将我打醒。走吧，咱们回家再说。咱们的关系还没这么亲。我可都记着呢，咱们可是合法夫妻。那只是名义上的。哈，以后海城的顶级世家，必有韩家的一席之地了呀！祝贺韩家主了，我先喝为敬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可恶，
明明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凌云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我做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，尝尝吧。没想到凌云你居然还会做饭，还这么好吃。喜欢吗？喜欢我天天做给你吃。我照顾了你这个傻子这么多年，你当然得好好补偿。什么？爷爷出事了？翠雪，怎么了？爷爷他快不行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有我在，爷爷会没事的。说不定能帮上医生什么忙，我们走吧。林卫，爷爷他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妙，你还是赶快进去吧。站住！姐，你怎么还带着宠物入内啊？你说什么？他可是你姐夫。没事，千寻，你先进去吧，我马上过来。那我先进去了，凌云你尽快。呸！不是不让你进，主要是怕你这个傻子进去之后会发疯捣乱呢。我劝你赶紧让开，不要耽误了爷爷的病情。哟，听你这意思，我要是让你进去，你能把爷爷的病给治好了？没错，让我进去看看，爷爷兴许还有救。哈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个傻子居然说自己会医术，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让你进去也不是不行。喏，把这块地舔干净，让大家看看你这只韩家养的狗听不听话。林卫，你从哪儿学的训狗？笑死我了，还是林卫你会找乐子呀？啊，想进去救爷爷就听话如何？林卫，你不会真信这个废物懂医术吧？傻子才信，没看到林卫是逗傻子玩呢？啊，赶紧清理，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你这个傻子姐夫怎么出手行医呢。既然你这么想见识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你要干什么？快放手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把地面清理干净。你居然敢动手！这还不快放开他！你说的我可都照做了，这回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还是说你们想见识一下我的医术？不用了，林少还是赶紧进去给爷爷治病去吧。啊，是啊，林少的医术我们还是信得过的啊。这凌云不是个傻子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看来不是流言，我听说昨日在五站酒店。凌云，你终于来了。不是都说了吗，我师父治疗时不能打扰，怎么又来一个？无妨，让他们在远处安静看着，不要打扰到我就行。便宜你们了，能见识到我师父亲自出手行医，也算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开开眼界？我只知道他要是把这副药喂给病人，病人仅剩的一口气就没了。你敢质疑师父的医术？要不是他老人家出手，病人早就挺不住了。你师父用的全是至刚至烈的补药，病人现在虚不受补，一旦复用，仅剩的一口气就被冲没了。哟，你还懂医术啊？等会儿，韩小姐喊你凌云，你就是那个韩家的废物赘婿吧？哼，你这个废物居然敢指点别人行医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是不是狂言一出手便知？你这个傻子还真想出手，让你胡乱行医导致病人死了，要是传出去，谁还敢找我师父治病？
治病。再这样下去，你师父错用药材，导致病人病情恶化死亡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们吵什么呢？没看到我正在抢救病人的吗？师父，他说你用错药材，不配给他人治病。我知道你韩家赘婿，你这个大名鼎鼎的傻子赘婿居然大言不惭地质疑我的医术。韩小姐，这就是你韩家的待客之道。凌云，你真有把握能治好爷爷？嗯。大夫，凌云说他有把握医治，你就让他过去看看吧。韩小姐，韩老爷子已经无力回天，难道你非要让这个傻子折腾不得善终吗？对你这个庸医来说，确实是无力回天了。够了，你这个废物，三番五次的侮辱我师父，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求着我师父上门治病？你可知说这些话会给你韩家招惹多大的麻烦？小雪。爷爷，爷爷，我在。回光返照，哎，韩老爷子快不行了。不行了？你这个庸医说的可不算。韩老爷子已经这样了，你难道非要出手折磨他吗？韩家还真是出了个孝顺的女婿。韩老爷子纵横一生，最后居然被一个傻子治死，真是讽刺。咦，这个傻子要干什么？这是不可能，一个傻子怎么会鬼门十三针？没错，一定是鬼门十三针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这个傻子不会以为就凭几根针就能把人救活吧？无知。师父，你看这个韩家废物。没想到传说中的鬼门十三针居然被一个傻子施展出来了。师父，你说什么？师父，这个废物拿几根针插一下就想把人救活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我看你才是废物，没见识的东西。这是失传上千年的上古医术秘技，鬼门十三针，可活死人肉白骨。上古秘技？怎么会？看来传言是真的。昨日钱家家主被人灭口，根本不敢还手，据说是一个龙榜强者干的，应该就是这个韩家赘婿。这么说，这个啥凌云是韩家的隐世高手？那咱们刚才那么嘲讽他，得赶紧给林公子道歉，得罪了龙榜强者，可不是咱们两个能承受得了的。小雪，我这是。太好了，爷爷，你终于醒了。方才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林小友，还请原谅老夫。林公子，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。现在没空搭理你。贵客到府。太夫。这么用？什么人居然敢光天化日的袭击韩家？应该是钱家的报复。你们就在这里不要走动，我出去迎接一下客人。还有好多针，一起带上吧，不要轻敌。放心，对付他们三根足矣。头儿，对付一个傻子废物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你懂什么？听钱家传出的消息说，这个傻子是个韩家隐藏的龙榜强者。龙榜强者？我看钱家就是被吓傻了。我纵横海城这么多年，
没听到哪个龙榜强者和韩家的这个傻子的描述符合。对呀，就算那个傻子赘婿真是个龙榜高手，就刚才咱们这一轮火力攻击，只怕只剩下高手碎片了吧。是啊，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就算是龙榜高手也挡不住子弹不是。我听说老板为了对付那傻子还请了龙榜级别的杀手，头儿，是真的吗？在这废什么话，赶紧去确认尸体。切，说说也不行。他这小子的暗器实在太邪门了，估计是个龙榜高手，兄弟们实在搞不定啊。暗器，我们龙榜上可没有用什么暗器这种歪门邪道的废物。你小子就是韩家那个用暗器的废物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废物和真正龙榜强者之间的差距。你是这群人的老大，说出谁派你来的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？自打我沉默登上龙榜之后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人敢这么跟老子说话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如此。怎么回事？他什么时候到我背后的？那是我的鸡。死吧，我快的速，想逃、说谁派你们来的？